这个是前门。 这个跑去的 这个是他们的厅。 这个厨 这个 这边的厨房，干的。这一个厨，一个。 不是，这边有一个房间给工人的，一个工人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自己拍吗？ 嗯，我帮你印出来，然后给你。这个是大房，这个一个是 study room， 我觉得是他们的冲凉房啊。 厕所，但干净的，要冲凉的。每一间房都有自己的浴室。 这都有，这柜，这还有楼三楼。 房间全部都已经有了冷气了。